对啊。e-passport， 哎，我们可以用 e-passport 吗？有啊，可以、啊。可以，我们要试试看吗？我试很多次，对啊，试试看。我们是不是第一次？第一次试。等下那个擦掉哦。好，在这边写入境卡。放，你有笔吗？我们去做的写就好了、啊。对啊，反正我们不用申报。好。你看上面有很多 Korean 就是全部都有。你看，可以自动通关哦，很厉害哦。Say hi. Hi. Yeah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你看澳洲人就是这么友善哈，很友善，真的友善。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聪明，要过海关的时候先过，让你先把钱花掉再去领。只有200澳币，没办法。OK， 好。之后要左转，然后呢就找你的司机，通常接机人员是司机嘛，然后呢你呢要走去这个叫做 Coffee Club， 那我们要找 Coffee Block 在哪里？ Coffee Club 在那里。所以通常 shift 呢，他们会在这里，然后呢，在那个 coffee shop 这边，然后等你这样。